大家好，我是杰西。那这只是一支招生的影片。杰西在9月的时候想要开文法跟多益的线上课程。好，那线上课程的话会是用 Zoom 上课。那上课的内容的话是中阶的，好，Fundamentals of English Grammar 跟进阶的 Understand and Using English Grammar。好，这两本有什么差别呢？假如你完全都没有基础的话，你可能要先看过杰西的那个影片，那个剑桥公运文法的影片，再上这个中阶的会比较有点概念。好，那中阶的话，它的内容好在这边，它总共有14章。好，这个到时候我都会放在部落格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进阶的话呢，会有20章。好，中阶的话，你大概多益想考个600分左右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你要考个700-800分以上的话，你就要最起码上到进阶。中阶的话，啊，不，基础或者是中阶的话呢，这边就大概是比较大概国中左右的文法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每一次上课都是排1.5个小时，我觉得这样可能效率比较好一点。那中阶有14章，分14次，所以是21个小时；进阶20章，分18次，是1.5个小时，总共27个小时。好啊，那费用的话，分别是6300跟8100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就是阅读的部分，多益的阅读。好，多益阅读的话呢，就是会做类官方的考题，然后会有一些补充的，好，蛮多的这些单字这样子。好，大概可能每次补充这个大概几百个吧，或者几百个单字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多益的话会讲解5回，那就是看报名的。假如没有新生报，好，就没有旧生报，就会讲新旧的。好，有新生有旧生报的话，就会讲新的。总之呢，总共每一次是5回，啊，一回100题，会分2次上，所以一次上课是1.5小时，是5回的话是总共是15个小时，是6000元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初阶、进阶还有多益的上课时间，目前的话就是礼拜六，好，早上觉得大家想早一点，8点半到10点，好，10点半到12点，或者是1点到2点半。要很想上更晚一点的哦，2点半到3点到4点半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基本上满5个人就会开班，满班的话是15个人这样子。好啊，只要招生不够的话，就是可能会延迟。好，那最近我有个想法，就是一些单堂的课程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上过了，可是呢，或者是说你觉得其他地方你其他部分你都会，可是你对于现在完成式，或者是形容词子句，或者是名词子句这种比较不会的。好，所以我在想说要开单次的课程。好，那文法的话呢，每一次上课都会是1.5个小时，费用是600元，只要3个人就开班了。所以你只要有3个人，你觉得我这个文法很不会，好，那你就可以跟杰西讲你要上什么文法，好，杰西就会准备讲义，我们就可以开班这样子。好，那多益的话，我有在想要开单堂的课程。假如说我只是想考前冲刺一下这样子的话呢，好，我们每一次上课是3个小时，我们会讲1回，那费用的话是1500元，只要3个人就开班了。好啊，假如这都没有人开班的话，杰西礼拜六现在是空出来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做影片。好，那影片出来的话，费用也会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我可能会做现在完成式的影片，哦，一支600元，觉得诶有点贵，对，但是你就是里面好，就是可以就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随便要看到什么时候，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好，你也可以提出来，但就是你要先看过影片，针对影片的问题。好，那多益也是一样，就是会讲解的比较清楚。那针对于这一堂课里面的好不懂的，你都可以问这样子。好，那很简单的讲到这边，详细的内容的话，你就可以点到这边。好，这是杰西部落格，等下会放链接在这边这个里面。好啊，你说我要知道到底那个基础文法或者是中阶文法里面上什么，你就点进去页面里面。好，它会有课本。嗯，我的课本为什么不见？这边好，课本好，内容哪些好？进阶也是一样，就点进去，好，就是看到是这本课本，然后上课的内容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。好，有兴趣的话呢，麻烦写信到杰西的部落格，不用，写信到杰西的信箱，或者你在
FB 上看到，你写到 FB 的专页也都可以。好啊，救生的话可以用 LINE， 有杰西 LINE 就可以直接跟杰西用 LINE 报名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，希望大家有兴趣来跟杰西一起上课啊。你说那这个我不想要上这个部分，我想要上那个家教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到家教这边去看一下。好啊，家教跟课程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家教是针对你的需求。这样子，我家教不见，然后家自己找一下，家教在这边。好，就针对你的需求，就有的人就觉得家教的效果比较好啊，有的人觉得我的经济负担有点重，我就可能上线上课程团体班会比较，价格会差蛮多的，费用会差蛮多的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宝贵时间，下次见，拜拜。